花容，为风雨雷电之中的雨，同时也是天下第一人组织之首天，是做女性的爱，个性冷酷残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管自我呈现无疑，冷酷无情的作风，乍看之下着实令人不寒而栗。风雨雷电，暴风君，一名爱花容，小小本是一介艰难的结拜兄弟，遗憾的是暴风君一遇香香，同时爱上白无双。在这一季的情景下，暴风君失去与万里河南的女战友冻结白无双之生命技能，对香香情有独钟的白花容是四人之中唯一不对白无双心动之人。在这样嫉妒纷杂的情绪下，白花容走向极端的人生。随着拖出伏魔锦的香香逐步带出风雨雷电之间的爱恨纠葛。我在你在你是种禁锢，我的禁当心听到你左右的消息，我心中无限的欢喜。你和红军拢是我的兄弟，我最重视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任何一方伤亡。你能答应放下修婚，我记住。为什么？我红军一时必死之人。小生。爱情。有多少人将引力击亡？断绝萧萧的爱恋，白花容不惜杀暴风君，再假扮暴风君杀死白无双，回去萧萧仅存的一次希望。你这是今天的暴风君？白花容为白无双香消玉殒之后，萧萧便会回心转意。可惜天不从人愿，伤心欲绝的萧萧把暴风君列为今生必杀之人。我失心与你有关，我以为你听忘掉不忘掉，你在哪里？忘掉也罢，只求兄弟之间不再为前天就往日平庸受苦，你就真无情。杀了他，已无可弥补；杀了他，就连结果一起。小夏，无其他的结果可以算计吗？是。我们的结果。困难可以毁灭，也可以重生。小夏，你何时决定变变？这一切并不是半花容想要的结果。白无双死后，萧萧将其强烈的思念和爱意全移转至容貌和白无双相似的自在天女身上。夜行中尽是排斥萧萧，这位姑娘是哎呀，师兄给我写着一次凶水人，不再如何牵挂，住在天里。不是，为东游七色之来，你要带去哪里？龙山。小小，你终于带人进入风雨飘摇。如何？千万不能活不红光不认得。换花容。我信你。信你。这两字何相干？区域兄弟
相称的情谊，如今只剩冷言以对。半花荣借以和暴风军的对谈抒发情感。我心情恁丢开，咱是兄弟，可是恁除了自己，谁也不在乎。红军从不在乎金夫人，就你。太笨了，公家拢太笨了。就在这个时候，潇潇追着暴风军追踪来到吴梦楼，兄弟反目，潇潇对上暴风军。从此起，新和平对我一表如水，显明了。潇潇，暴风军却在暗中施毒计，导致潇潇中了子洛之毒。我都不丢乎，有机会再吸。最后，潇潇打败暴风军，速度极快的暴风军脱逃而去。万花荣随后来到风雨飘摇，明知故问的表示潇潇身中奇毒。是不共军创造的制度，制度已经人下得了手。不共军有对我讲过制度的解法，我来替你治疗吧。潇潇，为你解脱，心里求求祈求。表面上为了兄弟之情可以两肋插刀。实际上，半花荣居心叵测，半花荣此举成功卸除潇潇和自在天女的戒心。兄弟，半花荣，我不奉公的解药，你解毒就必须先将毒气转去，只是转去之后，毒气的加速反应，你必知此。潇潇，今天若换形势不公平，范化用的罪犯依然不平，因为恁是关系的，也只有兄弟才做得出这种牺牲，爹都想罪犯，我不，我不，我不理清的分。半花荣这般做法意图明显，刻意要博取潇潇的同情。半花荣一步步将心爱的潇潇拉回身边，破坏潇潇与兄弟情谊的白无双一死，如今自在天女更该死。半花荣暗中趁机对自在天女下以穷灵症。之后，自在天女突然病发昏倒，潇潇急忙将其带往医师左思明之处医治，这才知晓自在天女身受毒害。医是第六。用龙井进入一毒水，是平时在短期间来说正常，但有呼吸不出十天起来。潇潇从左思明口中得知，此毒需近距离接触，而且是近几天内所染。潇潇推断最有嫌疑之人，极有可能是最近照顾自在天女的半花荣。对于半花荣的背叛，潇潇气愤一对。是的，什么意思？陷入心胸滑稽，我怎样可能做这种事？只要你一时间清醒，你随时为潇潇，你们相信我？小小心金夫人，就这样放弃兄弟之情了？金夫人，金金少，
是将我西宫最近无飘风这批秋水一息掉。半花荣对年轻潇潇的指控皆是莫须有，要潇潇找出证据。潇潇，我还好偷听，要是顶起罪名，英雄的话，我还说着说着，英雄要重要的，你彻底的杀过，你随我还坐在听。你这进步不随便，不如兄弟带过你就行，说咱们也救救你平心，我先把心求成，反正我光下面一种天地小小爱我是金丹丹让我死的兵不你就都比随着进步不忘老世事穷人小小不通避忌我一切东西为了你为了你所以对他们出去你就西路可走兄弟之间也正式宣告破裂对此半花荣有说不尽的绝望和凄凉西西半花荣为潇潇用尽心机希望能成为永伴雷霆的雨但是潇潇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这样的打击对半花荣而言无疑是最残酷的事实半花荣为爱痴狂到头来却注定什么也无法得到半花荣选择毁灭潇潇是一直在拼命用力怂恿和金小开有仇恨的琼八吉追杀自在天女琼八吉为杀自在天女而来潇潇不顾生命危险一路保护自在天女自在天女疲于奔命体力消耗过度分娩后虚弱而亡崩溃最后潇潇选择和自在天女合葬风雨飘摇一切的回忆和不幸皆随着滚滚黄沙消失于风雨之中潇潇我不有生相不有生相相相相相相相不理解你你了解我今天龙魂尽天西湖这个师兄一定依靠一定靠有此地有此地倒塌的风雨飘摇看在半花荣眼里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讥嘲枉费他机关算尽却仍敌不过虚无缥缈的缘分二字半花荣有时间快来多年了你就
爱社会，卖作为男人上心不行。为不公不凶的，让你到底的被控制，完成你一点爱，两不凶，放弃了你。范花荣心中愤怒首次爆发，心性也转变得更加偏激，更加疯狂。再加上邪神鬼去吴梦楼，意外发现暴风君的尸体。对半花荣而言，暴风君是唯一陪伴在他身边的人，纵然那是他自己。半花荣自欺欺人，自己不是孤孤单单一人，然而连这样的假象都被揭穿了，半花荣心中的愤怒首次爆发，心性也转变得更加偏激，更加疯狂。吴梦楼占有的一切拢消失，一言既止，要不什么苦留人。回到吴梦楼的半花荣终于换下背负多年羽之装扮，回到最初天下第一人这首天之枭雄英姿。吴梦楼以前当初不梦，如今却亲不梦。半花荣知晓天下唯有自己才可依靠，于是半花荣毁灭一切与自己相干的人事物，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彻底，要不然这段仇恨永难有终止。半花荣对云门赶尽杀绝，只为了逼迫易云生死一决。半花荣，你看这种战真不容易，我的兄弟什么人？应该讲为你这位兄弟卖命去。听吗？我会将你保留最后一口气，见到你的好兄弟一面。如何？关怀勇告朋友，告归在你。故意留少云见易云最后一面，只为了加深易云的战意和决心。苍茫风雨之中，只有孤身一人。半花荣蓦然明白，世上已无自己眷恋之人事物，所以半花荣看似疯狂的举动，无非是帮自己铺上一条死亡之路。我已经体会到你深一步。你飘过春夏秋冬时，轻松又寂寞。半花荣易云，昔日结义兄弟反目成仇，终至走上剑锋相对一途。浮水楼一战再度换回女装的半花荣，似乎最后想以风雨雷电之身份和易云了断这段纠葛已久的情谊。换花荣容易穿到底，一切要不能恢复，既然是好啊，
受伤，让你病了，让你继续，让你进京。两败俱伤，身受重伤的班花荣踏着踉跄的步伐前往潇潇最后的埋葬地，风雨飘摇，说不尽的无奈和凄凉，极端苦涩的痛楚伴随着班花荣凄厉的笑声而来，在极尽荒芜的风雨飘摇回荡不已，令人格外凄凉悲哀。领队行要我这个幸福即行最要吃口苦的班花荣人民的激情，也心中就起了重点。自在天的不要告诉你要习惯要习惯你都变得脏。在爱情这条路上终于明白一切的半花荣最后选择自盖天灵，化成点点蓝光，和潇潇一同埋葬于风雨飘摇。我终荣幸归我的天，或许如此凄美的结束，正是半花荣所期待的最终结局吧。半花荣，一个极端偏颇的角色，一生似乎只是为了另一个人而活，然而却又因此活出自己。极端的爱与恨，人格的残缺和矛盾，寂寞的吴梦楼里，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徘徊来去。对半花荣而言，潇潇无可替代，生命因他而别具意义。当眼见潇潇埋于风雨飘摇的那刻起，半花荣仿佛失去所有知觉，得不到相等的回馈，半花荣进而否定一切，最终走上毁灭一途，叫人感慨万千，唏嘘不